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今天呢是在河北廊坊总部来举办这样的培训会议，首先祝贺大家，并且恭贺大家。특히 동북아 세계 총국 곽영남 대표를 비롯해서 심재화 교육 대표, 그다음 각 선별 총국 행정구역별 포함해서 각 대표단을 여기에 모시고, 그다음에 글로벌 9개 기관이 참여한 가운데 국제회의 겸 교육을 시작하게 된건 더한한 영광이고 축하를 드려야 할 그러한 부분입니다. 首先在这里再次祝贺，由我们国际组织最高理事会的9个部门的所有一总一长都已到位，包括东北亚世界总部的郭艳龙议长，包括这个负责教育的沈在华议长，还有各个省的各总部的议长，都能够聚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氛围里，这样的环境里共同培训。他再次在这里表示祝贺。현재 함께한 ISSU, ISSA에 관련 노병망 모두 다 축하를 드립니다. 还有再次祝贺 ISSA 和 ISSU，包括老兵王这个总部能够到场，在这里面再次表示祝贺。이 방송은 전 세계에서 같이 시청하고 있습니다. 现在我们开的所有的会议，将在全世界进行直播公布。오늘 교육을 시작으로 동북아 세계 총부가 전 세계로 나가는데 가장 중요한 첫걸음이 되기를 기원하면서 이만 교육을 받고 계신 분들도 축하드리며 이만 축하 말씀 드리겠습니다. 今天由咱们东北亚世界总部组织的这次会议，就会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所以，希望在座的各位呢，能够通过这次培训，能够增强咱们自己的这个业务技能，然后在往全世界运作过程当中，在座的各位能够祝大家成功的把我们的事业来进行推广。在这里呢，再次表示本次大会能够圆满结束。그리고 우리 IOWGCA 세계 대표님이 잠깐 인사드리겠습니다. 인사만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십니까? 국제기구 조다상호의 교육기구 대표 박연실입니다. 坐在旁边的这位是咱们国际组织的法人代表朴艳石女士，再一次向大家问好。네, 이상입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各位。下面有请胡桂新议长宣读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宪法。胡议长能听见吗？尊敬的全球总议长李宇成先生，尊敬的全球总代表朴妍石女士，尊敬的东北亚东盟中国总部郭艳龙议长，大家上午好。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宣读一下宪法的第一章，让我们共同的来维护和履行。宪法，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名称，本国际组织是在大韩民国发起，并首次在大洋洲联邦分级注册，然后在大韩民国注册为国际及外国机构的国际组织。其名称是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英文名称 GCA、IOWGCA、IOWGCO、WIPMO、IOWGCA。本国际组织在大韩民国境内有 IOWGCA 所属的100多个机构，
在国外有 IOWGC、IAB、EUROPE、IOWGC、IAB、AFR、ICA、IOWGC、NOR、THEAST、ASIAWHQ 等，目前正在执行旨在实践全世界标准绿色技术产品的公务。第二条所在地，本国际组织目前在欧洲、大洋洲联盟、非洲联盟、中国、中南美、北美等 WTO 成员国正在执行有关气候环境的国际事务。大韩民国各总部的主要办事处设在首尔，特别是。第三条目的。本国际组织以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实践来谋求绿色增长，其目的是利用绿色产业作为新的增长动力，发展各会员国的绿色经济，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保护气候环境，进而保护地球乃至宇宙空间的有机体和无机体。为此，本国际组织将努力在360个国家以国际公益信托法为依据，进行受托和登记，使绿色技术产品实践在各国得到政策化落实，为履行国家对国际绿色技术产品实践的责任，组织实时开发绿色国度及地域的公务人员培训和预算执行等，在与气候环境有关的各个领域实现绿色方案等与绿色气候环境有关的所有领域的国际资格。通过学位、学历和职业培训等国际绿色教育培养人才，通过利用国际绿色基金支持各会员国家或地区建设开发绿色城市的基础设施，加强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密切合作，使 WTO 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贫穷国家、岛屿国家和部族国家也都可以履行与气候环境有关的绿色环保责任。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宪法，简称为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以 WTO、TRIPS 协议、UNILC 国际法确定的 ICC 确定法令、国际刑事法庭法令、ICC 国际商会相关国际法、海洋法、国际商务法、刑事法、国际条约法、FTA 国际知识产权法、欧洲能源法等全世界所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为担保。本国际组织向全世界宣告如下：为了使全世界人民更健康、更安全的生活，让所有国家都使用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和产品，使无温室气体能源成为可能，这是全世界人民当前的任务和责任。也是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职责和使命，严重影响地球气候的化石燃料，以及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了地球大气层，同时也严重威胁着人类生存。为减少温室气体而发明的新的绿色技术，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和产品使用实践是公共利益的首要课题，因此。在各个会员国家或地区，绿色政策是必须的，而且是具有强制性的。IOWGCA、IOWGCO、GCA、WGCA、WGCAF、GTO 气候环境宪法是为低碳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制定的，旨在满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公共利益，或针对已开发和运营的绿色技术进行验证和认证。经认证后，将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和产品推广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绿色实践都是根据 FTA 适用的范围和目的而设计的。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健康、雇佣、收入和生活、性别排斥或性别歧视、教育、住房、粮食确保及贫困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程度将更为严重。应对异常气候和病毒等大气的不完全性，变得更加温暖和酸性化的海洋和地震，
升高的海平面等地球异常现象是国际上面临的首要课题。致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用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复原因人类技术而荒废与恶化的气候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因此 ，LWGCA 的所有股东都应在多维空间理论、中微子和无限能量的范围，以及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公认的国际法律和法规的全部范围内，对 LWGCA 气候环境宪法尽职尽责。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全世界人民对于地球上的有机体、无机体所作所为及其带来的结果。利用国际联网引进新的绿色技术，以便更清洁和更健康的开发和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本国际组织由 WTO 这77国家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组成，其目标是通过减少能源短缺带来的竞争和垄断来实现世界经济的公平发展。在全球注册 LWGCA 国际组织是维也纳公约规定的共同义务。该组织将为实现世界贸易组织 WTO 国家及这77成员国和所有成员国安全无限量能源、空气发动机、氢能、地热、潮汐动能、永磁等无限量能源开发成为可能的低碳国际标准绿色技术的新实践提供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另外，对于新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促进，将从国际、区域、国家和各领域，以及于12个代表部、14个全球总部、全球世界支援总部、各国家总部共同开发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并促进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的使用。从作为发展中国家、切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大洋洲联邦开始，受分级政府和即77国家的 WGCA 气候环境宪法委托注册的本国际组织 LWGCA 的诞生，旨在振兴并奖励低碳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以此替代排放温室气体的化学燃料。我们将动员国际性的网络，运用与气候环境相关的强制性国际法等，为引进国际标准绿色技术而努力，从而在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贫困国家和部族国家逐步建设全球国际绿色城市。由世界贸易组织 WTO 这77第20联合国合作组织发展中国家、岛国、部族国家等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制定的 LWGCA 气候环境宪法规定，通过减少能源不足和环境严重污染引发的竞争及垄断，实现世界经济公平发展。LWGCA 气候环境宪法旨在实施没有二氧化碳的国际绿色社会，通过国际标准绿色技术验证认证各国的绿色技术，并普及到世界各地，以促进各国引进绿色能源生产技术和产品，并使用新方式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不仅要维护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减少纠纷，还要帮助全世界人民提高生活质量。本国际组织从国际、区域、国家和各领域的层面，对新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与促进，与欧盟秘书处、非洲联盟秘书处、大洋洲联盟秘书处、金砖四国以及"一带一路"政策支援国各总部及大韩民国所在全球总部受托的约100个国家机构 LWGCA、GLOBAL、WHQ 作为执行总部、运营总部，包括政务、行政、外交、验证、认证、国际绿色事务所的研究及开发、技术支援在内，共同实施所有商定的措施，包括实践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包括研发和技术支持。无论任何国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联合国合作组织以及各种机构，无论其社会和经济体制如何，只要同意并注册备注了 LWGCA 气候环境宪法，就被认定为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会员国家或地区。所有会员国家和地区都将通过采纳并促进没有二氧化碳的绿色能源生成方法，承担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佳努力的责任和实践义务。
本国际组织将通过协调和集约措施，帮助建立国家地区间的共同合作网络，以扩大各国人民健康和社会福利优先事项的国际合作。它将通过确保可持续使用的燃料获得，并在 G20、G77 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贫穷国家和不足国家等国际绿色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所有产品都将通过国际标准绿色技术进行验证认证，认证后在进出口时按国际标准绿色产业分类，以帮助改善全球的气候环境，同时也将陆续强化各成员国的经济独立性。本国际组织将做出公平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和使用可再生和无二氧化碳的无限能源、航空发动机和氢能等先进设备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此外，国际组织有义务与所有成员和国际社会保持信任，进一步加强这种信任，并为满足全世界绿色能源的需求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最终，本国际组织希望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关于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的运作和实践指南，本国际组织已设立 IOWGCA 旗下的特别机构和援助机构等100多个援助机构，今后还将继续在 G20 及 77WTO 成员国及其他国家的地区设立并登记该组织。 IOWGCA 承担着合作研究开发生产绿色清洁可持续的无限能源、空气发动机、氢能的低碳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以及促进履行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使用实践职责的中枢作用。旨在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与本国际机构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责任是一致的。此外，基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的专利法和大韩民国的总统令第20729号2008年2月29日生效的第八条，根据 WTO 共同发起绿色技术行动实施法令第九条的规定，对先行的技术调查应保持一致，并应努力实现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造成环境污染的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的有效技术，尽快推出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国际标准的绿色技术包括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能源利用效率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清洁能源技术、资源循环利用和环保技术，包括融合技术等，用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社会经济活动。关于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第106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共利益非商业性使用，对于利用替代技术生产替代能源，有义务履行研发和技术促进等目的。IOWGCA 理事会对此表示同意。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以国际法作为本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范围全面担保，本国际组织所拥有的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服务、企业学位资格、国际评价、国际交易的国际验证等专利，和在联合国特别组织 WIPO 上注册的绿色技术和产品，以公平的方式实施无差别的使用和开发，适用于所有的成员国家、地区及地方政府的法人，适用于全世界男性及女性。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旨在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政府及相关公共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建立联系，并促使他们发生改革性的变化，开发和促进创新的低碳国际绿色技术和科学标准，使相关国家实现绿色增长，将显著减少碳排放能源设备，以实现公益和人类健康，通过大规模减少导致物理环境或地球生物圈发生变化的化石燃料，本绿色能源生产技术将有助于增加自然生态系统的复原和生成，最终这将使自然顺应气候变化的全世界全世界范围全面担保。本国际组织所拥有的国际标准绿色技术产品、
服务、企业学位资格、国际评价、国际交易的国际验证等专利，和在联合国特别组织 WTPO 上注册的绿色技术和产品，以公平的方式实施无差别的使用和开发，适用于所有国家、地区及地方政府的法人，适用于全世界男性及女性。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个串行了哈，我这接着念啊。IOWGCO 气候环境宪法旨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及相关公共机构、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建立联系，并促使他们发生改革性的变化，开发和促进创新低碳国际绿色技术和科学标准，使相关国家实现绿色增长，将显著减少碳排放能源设备，以实现公益和人类健康。通过大规模减少导致物理环境和地球生物圈发生变化的化石燃料，本绿色能源生产技术将有助于增加自然生态系统的复原和生成，最终这将使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的全世界生态系统降低粮食减产的威胁，同时以无公害和可持续的方式为全世界人民提供经济发展的机会。本国际组织的经济利益将使下级主管部门向社会边缘化的行业转移，支持国际救济工作，并提高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此外，使用低碳排放技术，保证市民自发参与包括绿色环保事业运营在内的健康文明社会的建设，这将促进所有成员国以及所属的地方政府、国有机关或私有机构根据国家立法和法律利用绿色产业促进各种项目的实施。本国际组织将在毫无歧视性的政策指引下，极力促进 G20 及77 WTO 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贫穷国家、不足国家等成员国以及相互之间的物质人员交换和合作，逐步构建绿色气候环境与促进世界和平。第四条目标事业，为实现第三条目标，本国际组织进行下列工作：一、为支援旨在解决地球气候环境问题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支援旨在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国际标准绿色技术开展实质性的行动，举行与产品实践有关的国际组织研讨会等国际会议暨IOWGCA 成员国际公务会议。二、包括 G20 及77 WTO 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贫穷国家、不足国家等成员国在内的全球标准绿色技术产品、服务、企业学位、学历资格等，通过国际标准绿色技术验证认证 IOWGCA/IGC 系统，按国际标准绿色分类代码向全世界推广相关人员的培训和访问指导工作。三、为统筹 IOWGCA 绿色产品和期货交易所项目、国际绿色基金、国际金融银行业注册和国际基金、国际金融交易总部项目和气候环境仲裁法庭的支持项目提供技术和人力资源。四、这是为支持全球相互交流国际标准绿色技术的功能性项目。五、根据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为实现绿色增长、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产品、绿色生活、绿色经营、绿色发展等创造和保存绿色环境，向全球 G20 及77 WTO 成员国、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贫穷国家、不足国家等成员国提供支持和教育。六、与世界各国合作，在非洲、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等治安方面比较脆弱的地区开展国际绿色城市建设项目时，将为其提供国际安保支持。目标项目包括在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项目1-43和支持项目中。那么我刚才给大家宣读的这个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宪法的第一章，让我们共同来维护和履行。谢谢大家。下面有请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东北亚世界总部培训议长，我们沈在华议长给大家
讲解国际组织的这个认证验证。请沈在华议长演讲。好，大家好，尊敬的各位领导、各省部的总议长还有议长先生们、女士们，上午好，我是负责教育工作的沈在华。这次是在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第一次在腾讯会议平台进行专业的知识培训，为今后在执行国际公务的时做好准备。很荣幸成为这次会议的说明人，让我们共同度过有意义的一天。那么从现在开始，咱们正式进入培训。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啊，这个屏幕里面为什么要先讲国际组织的英文解释呢？介绍咱们国际组织的时候，里面会有很多的英文单词和英文简写，这些英文简写如果不明白的话，咱们在看它的那个内容的时候就有很多看不懂的方面，所以先把里面比较常用的英文字母呢，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解释啊。好，咱们看一下第一页。IOWGCA， 刚才咱们读宪法的时候啊，这个 IOWGCA 的出现频率特别高。IOWGCA 的真实含义呢，就是指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意思。啊，这个全拼的英文在这个桌面上也都有。过后呢，把这些资料都会给大家发放下去，大家不用记啊，每个人都能看懂。第二个呢，常用的叫 IOWGCA/IGC， 是指咱们国际组织的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的意思。所有的商品，这个包括企业、技术、服务，都要由这个 IOWGCA 这个 IGC 这个部门来进行认证的。还有一个词呢，叫 IGCM，IGC 前面看到了的是吧，是国际标准绿色认证， M 是 Manager 的意思，是指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管理师啊，这一部分呢是我们今后做认证验证的大部分国际公务员比较多的这个部门啊，所以这个叫 IGCM， 是指国际标准绿色认证管理师的意思。 UNILC 呢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然后 WIPO 这个呢经常会在我们这个国际组织里面会出现，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不是每个某个国家或者是某个这个部门的啊，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呢用 WIPO 来进行代表。UNFCCC 呢是指联合国气候环境变化的框架公约啊，这个是所有国家都进行签约的，进行约定的这么一个就所以这个呢大家要记住，就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意思。 SFC 呢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啊，这个呢在我们时不时在我们这个国际机构里面呢会经常出现。 ICC 呢是国际这个国际版权公约啊，这个跟那个知识产权公约是另外一回事啊，叫 ICC， 这个呢大家可以记住些，就是在红颜色的这个部分呢是非常关键的。 FX 呢是指外汇啊，今后我们会有这个期货交易所，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外汇期货交易的部分，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 FTA 呢咱们经常听说过，就是指自由贸易协定啊，各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的代表啊代表词。CCGI 是指全球气候机构研究机构，CCGI 呢在我们这个里面出现的比较多啊，就是指全球气候问题这个专门研究的机构啊。 GGG 这个也会在我们国际组织经常出现，是指全球绿色组织，在这里面主要代表的什么呢，叫绿色企业，所有咱们经过验证认证的企业
都用 GGG 来代表，是企业的意思啊，全球绿色企业。CDM 呢，咱们经常也都听说过对吧？叫消费者直购系统啊，就是我们一般 CDM 机啊这些咱们经常听说过啊，就是提现结算的这么一个平台。SPC 是指国际标准绿色认证，在所有领域执行特殊目的的理事会，就是指在完成绿色这个认证的时候。所有领域是指什么呢？刚才也都听到，就是地球宇宙当中的有机体和无机体。那么有机体、无机体代表所有的物质啊，所以这个 SPC 理事会呢，根据它的种类不同，有很多这样的理事会存在。那么在这里面呢，有 SPCA 是指在这个理事会里面有特殊目的的叫公益企业法人，是企业法人。认证这个绿色认证之后的企业法人一般叫 SPCA， 那么 SPCB 是指咱们认证之后的产品进行销售的法人啊，上面是企业，下面是销售的法人，叫 SPCB。 那么 SPCC 呢，是指这个个体在当地与我们这个认证产品进行合作的这些法人，我们把它叫做 SPC 啊，那所以这么认为就可以了。 A 呢是指企业法人，第二个呢是销售法人，第三是进行我们这个项目共同合作的法人啊，这么理解就可以，就从大到小啊，就这个意思。 TF 呢是任务小组，这个不是这个常用，但是呢 TF 我们会把每一个小组每一个项目进行分配给一个小组进行完成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 TF 啊，我们把它叫任务小组。然后 NCNDAIMFPA 呢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我们在后期啊有这个期货交易所的时候，这个词就会经常用到了，因为期货交易呢是全世界性进行货币来进行交换的那么一个平台，所以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英文代写啊，就是前面的这个 IMFPA 来代替的。下面这个呢也是 GLOBAL， 然后 WHQ 呢在我们这里经常会出现，是全球最高理事会的意思，就是我们咱们现在看到的咱们这个全球总议长，包括法人，包括全球总设计师啊，他们这叫全球最高理事会啊，叫 Global WHQ， 就是最高这个一个集团，最高理事会集团了啊。GFRP 啊，这个是后期会出现到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这类是以我们开发的这个产品当中啊代替钢筋的那么个主要材料，后期也会出现啊。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PCT 这个呢是也是世界的一个组织啊，专门对世界申请专利的这么一个代替的名称，叫 PCT 啊，这个用的比较多。然后 这个 TRIPS 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啊，所有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也就是说关于贸易方面对知识产权的一个保护的协议，就是用TRIPS 来代替。然后 green road 就是绿色之路啊，就前面 green 是绿色的意思，road 不是咱们是路的，这个道路的意思，咱们把它叫绿色之路。这个呢，还有叫绿色之城啊，这样的名词在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当中会经常出现。U 杠然后 CITY 呢是智慧城市，这个咱们经常听说过，但是用英文代替智慧城市的时候是 U 杠。这个 CITY 来代替的。然后 WIPM 就是指测量工作啊，今后可能对各个产品来进行验证的时候，这个词用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叫 GCM 啊，这个叫我们把它叫最大公约数啊，就是指对各项目啊都有共同特点的时候，用这个 GCM 来代替的。
然后 Africom 对吧？Africa，然后 UNION 呢是指非洲联盟。这个呢，因为我们最早在非洲联盟已经签过我们国际协议的时候，这个名词用的就比较多一些，尤其下面这个啊，ARIPO 是指非洲地区知识产权组织，这个比较级别小一个级别啊，ARIPO 下面是 OAPI，这个是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啊，整个非洲的知识产权组织的。EU，然后 UNION 呢是欧洲联盟，然后下面 EUIPO 呢是指欧洲联盟这个知识产权局，在欧洲联盟申请知识产权的时候，都是由到这个部门来进行申请。IGF Bank 就是指我们气候环境宪法知识产权收益权的国际绿色基金银行。这个呢，我们会有绿色银行啊，在我们国际组织当中会设立完之后，由 IGF Bank 这个组织来统筹，对我们全世界，这个基金绿色就关于绿色项目基金的所有的项目啊，都是由 IGF Bank 来负责。下面这个词啊，经常会出现啊，就 APO apostille 就是APOSTILLE。这个呢是对原文书啊进行认证，单独加盖印章或标贴的认证页。这个呢一般都是由各国的大使馆，我们一般也管它叫海牙认证，就是最有权威的认证机构啊。我们国际机构所有的文件都得有叫这个Apostille 这个部门来进行盖章，然后坐在最这个文件的后边来进行呢。来认证，这叫公证，还不叫认证了，叫公证。这样的话，全世界对我们这个所有的文件都进行认可这个名字应该经常听说过，对吧？不是 SWIFT，叫 SWIFT。这次咱们这个俄罗斯处理，这个美国处理这个俄罗斯问题的时候，就把它的这个系统给关掉了，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系统里面来完成资金的来回这个收入支出这方面都是由这个系统来完成的，世界通用OneCard 呢就是 ONECARD 是外汇一卡通，咱们叫这个国外都叫这个 OneCard，在中国呢就把外汇一卡通拿着一张卡呀，对各种人民币结算都可以各种。币种结算都可以完成的WSC，今后会大量的出现。我们所有的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各种交易所，我们都有一个中间的这个转接物，我们把它设定为我们带有这个国际组织世界主权的碳币今后呢，我们有一个中介的交换的一个单位叫 WSC。这一点，在后边我们也会讲到，WSC 和人民币是1:1对等的，也就是说，你想换成各种这个世界的各种国家法定货币，要转换成 WSC 的时候，首先要换成人民币，然后再进行兑换。这样的话，这个 WSC 这个单位啊，跟人民币是一等一的人民币涨它也涨，人民币跌它可能也是1:1嘛，对吧？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 WSC 大家一定要记住，叫世界主权碳币的。然后这个英文在后边这个不是常用啊，但是现在比较流行，不是元宇宙咱们这里说多元宇宙、元宇宙，还有这个镜像世界这方面呢，这些英文字母会经常的出现，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可以。NFC 呢，可能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点，叫进场通信技术，就像咱们现在这个叫微信进行这个直接这个刷卡呀，对吧？就用进场通信来。的所有的这个技术叫 NFC 来代表的，NFT 呢是非同质化代币，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叫数字货币各种就是模拟虚拟货币，其实就叫 NFT 叫非同质化代币。NFR 呢是不可替代的权利这个 NFR 在我们这里比较，在我们国际组织非常常用不可替代的权利是我们国际组织它具有宪法这样的话。
我们所执行所有的公务业务这方面呢，都会是其他组织、其他机构不能够代替的啊，所以 NFR 在我们这个国际组织中会经常出现。AI 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指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呢在各个行业当中都会出现的，所以这方面呢是我们现在这个关于国际组织。 IOWGCA 啊，这个国际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宪法刚才讲解当中啊，就是讲过，我在这里面再细致的向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国际组织到底是做什么样的国际组织啊 ？IOWGCA 刚才说了是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意思。在前面看咱们这个第二个标题啊，WIP。 MOIOWGCA 啊，是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啊，在运营总体的任务是什么呢？叫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什么产品，任何所有的这些这个内容啊，都是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进行管理的啊，这么一个机构。第三呢？ 是知识产权注册的国际公益法人资格是谁呢？是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和我们所有有这么多专利的产品、专利的项目一定要运营嘛。咱们国际机构是什么呢？是非盈利机构，那必须得有一个可以运营的这个部门，所以这个公益法人的资格也同时授予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股份公司，由它来进行。 运营所有的咱们现有的这个项目、企业或者是所有绿色的内容啊。那么刚才谈到了什么呢？叫创始人最高执行理事会啊，这个最高理事会呢，咱们有三位目前，也就是刚才咱们讲话过程当中的李宇成是全球议长，咱们朴彦石呢是我们这个国际机构的法人代表啊，法人代表。 那么咱们金城文全球总设计师，我们看到所有的文件、所有的 logo、 所有的产品，这个设计方案、图案，全都是由我们金城文这个全球总议长啊来进行设计的啊。据说他在我们国际这个设计赛上也都得过冠军的啊，绝对是世界级的这个人才啊。 然后，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我们不是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吗？我们把所有的知识产权内容啊进行了注册啊，包括商标权，包括刚才说的 PCT 啊。那么我们在144个国家进行了注册啊，就是我们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啊。比如说第一个呢，在欧洲知识产权局，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注册，非洲联盟也进行了注册。 而且非洲联盟当中有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和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啊，都进行了登记，包括我们的中国专利局，我们呢在中国专利局已经对我们的这些这个 logo， 然后宪法这些部门呢都进行了申请啊，这个后期啊咱们都可以看到那个证明的啊。那么我们 IOWGCA 啊有自己的宪法、宪章和章程。 那么我们这个 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由创始人最高理事会设计，啊，设计呢版权的归属我们创始人执行理事会啊，大家知道这个所有的宪法也好，这些专利呢不属于个人，是归属这个执行理事会所有的。那么在韩国呢成立的，当时在韩国设立这个气候环境宪法的时候，委托。 国际组织和特别的工作小组是在韩国成立的，并宣布了气候环境宪法中概括的 IOWGCA 宪法在内啊，这是向全世界都已经公布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 IOWGCA 它这个设立的背景，当时是因为出于什么样的环境呢？啊，也就是说，在2020年那个时候呢，在咱们地球气候问题啊，已成为咱们人类最严重的问题啊，全世界都公认。那么联合国和世界各国首脑都已经认识到了，什么呢？必须实践绿色技术产品，才能把处于危机的地球啊恢复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所以咱们看一下198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各国这个达成协议啊，并签订叫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这个公约啊是很多这个叫当时被197个国家都已经批准了嘛，啊是1988年就已经开始生效了。那么到迄今为止，说一个公约呀，有197个全世界的国家参与的啊，这是最成功的一次这个公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反对的啊。第二呢，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这个是在1994年，在3月21日的时候已经就开始生效了，啊，签缔约国啊也都有已经有197个国家。那么，正如 IOWGC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所追求的那样，实践绿色技术产品是人类必须立即应对的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啊。这个跟我们联合国的公约和我们现在 WGCA 宪法当中所提出的这个内容是一致的啊，都是一致的。为了公共利益啊，规定强制性条约法公约，但是呢很难找到具体和积极的实践方法。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很多国家呀，都已经制定了，就是说你的产品必须要符合咱们说保护臭氧层啊，这个里面公约决定，包括我们这个气候变化当中所有的国家应该遵循的那个原则，都制定成强制的这个什么公约了，每个国家。但是呢，如何去完成它，如何去真正的去实现它，这个时候主要就是方法啊极少。所以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啊，是用实际的行动去完善完整去实现这个我们所有国家已制定的这些啊这个气候变化公约，包括还有保护臭氧层公约的这些问题。那么 IOWGCA 的宪法受托人呢，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啊，得出结论啊，通过气候这个环境宪法建立具有国际自治权的国际机构才是唯一的办法。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呢，它会有很多的这些利益啊，或者是政治啊这样的分歧和合作的这种关系。所以由某个国家来提议全世界来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做任何项目的时候就很难办到。所以呢，得出一个真正的实现，把所有的世界当中的国家都统一在一起去完成共同一个目标的时候啊，发现呢必须得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啊，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这么一个机构去完成，这样的话更有统一或者是去合作性啊，合作性就更容易一些，组织起来也容易一些，因为它这个国际机构没有任何的什么政治经济什么目的这样的这个前提下啊来完成嘛。然后2013年，与大洋洲国土资源联合代表团呢，在斐济政府和邻近的岛国代表呢，签订了这个协议。根据国际公益信托法啊，在 G77国家当中，当时斐济联邦局是作为主席国啊，签订了咱们这个绿色宪法的这个绿色，这个我现在这个屏幕把这个文字给挡掉了啊，成立了咱们 GCA 宪法。那么宪法概述所有拥有的知识产权呢，都是成为我们 IOWGCA 的宪法的。那么我们这个成立的 IOWGCA 的宪法的宗旨是什么呢？第一项啊， IOWGCA 负责低碳国际标准绿色技术的，就是关于只要低碳的达到国际标准的绿色技术啊，它的合作研究开发啊，这些这个包括我们的技术商品实用实践。
并起到促进履行责任义务的中枢作用。本机构宪法呢，是维护臭氧层维也纳协议及有关气候变化的联合国协议规定是责任是相一致的。我们这些这个宪法呀，是根据世界各种宪法的合体，也就是说，我们宪法里面是各个国家也都予以认可的前提，是因为跟国际法还有我们联合国规定的一些条款呢，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只是运作的这个方式啊，是由我们实时落地的这种方法来进行实现的啊。第二项呢，绿色技术。本着条约能源和资源的社会活动，这里包括温室气体减排、能源利用的高效率技术到清洁生产技术、清洁能源技术、资源循环利用啊，这些方面都包括在内的。我们这个宪法的宗旨，详细来说的话 ，IOWGCI 宪法是以气候环境相关的，在这里看一下啊，所有的国际法、条约法、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我们的这个叫海牙公证，对吧？等全面作为担保，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面所这个气候环境运营的所有的工作职责，由这些条法当中都不违规，都不违约于都不违反啊，以上所有的这些国际法的。那么设计的 IOW 气候环境宪法呢，在召开 G77 会议的大洋洲联邦这个美兰尼亚斐济啊，根据咱们国际的公益信托法来进行登记，也就是说我们登记的时候都是国际上认可的这种方法模式来进行完成的。该文件呢，已根据条约法、联合国这个法律以及每个国家的宪法法律啊，进行了反复的验证之后，并分别委托给欧盟、非盟、中国、你IOWGCA 气候与环境宪法设计者以知识产权持有者和 GCA 执行这个理事会啊议长的身份呢，与大洋洲这个联邦十四部落代表及机构啊代表签订了国际协议后，2013年6月18日，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啊，我为红色标的呢叫2013年六月十八日啊，斐济联邦律师事务这个代表团呢，完成了国家间的国际机构委托和委托及执行公务这个的准备，也就是说，这个2013年6月18日开始，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来进行执行我们这个IOWGCA 的国际公务啊。IOWGCA 最高理事会作为知识产权所有人啊，在这个美拉尼西亚联邦斐济啊，添加我们这个 IOWGCA 环境宪法的有个七号会议记录啊。这个七号文件，详细的记载了我们在各个领域如何进行工作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在国际机构的文件当中啊，会经常提到这个七号文件的问题。然后呢，并在十二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七号里面所有的规定叫永不可，就是永不撤不可撤销的，啊，永远、永久不可撤销。这点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了解。我们在这里面规定的内容啊，它不会变，所以我们在签订我们国际协议的时候，里面的条款你一定要看好，跟我们国际协议、国际组织一旦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这个协议是不可撤销的啊。也就是说，咱们这里面这个所有的内容，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后边我们会讲到啊，它会可以进行传给自己的子孙来继续担任你原来所做的工作啊。具有这样的一个优势。IOWGCA 气候环境宪法的适用范围啊，在这里面提到这个 G77 啊，是我们这个叫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大团队啊，这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这个 G7 这个
内容里面，G7 呢是指这个叫发达国家，G20 呢也就是我们设定的20个国家共同设定的那些内容啊，在内的全世界国家都可以适用于我们这个气候环境宪法。所以刚才在咱们这个读宪法的时候提到一个360个国家啊，这一点呢大家应该这个在这里做一个解释。197个国家呢，是我们已经国际上承认的197国家，但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岛屿、部落，包括地区，全部包括在内的话是360个国家、地区和这些所有的部门的啊，所有的这些包括地区啊，包括部落呀，包括贫穷国家、岛屿啊，都算起来是这样。本气候环境宪法呢，为了保护地球和宇宙当中的有机物、无机物，这里提到了。有机物、无机物意味着所有的地球上的任何物质包括多重宇宙论、无限能量、量子学、微子学等领域啊，给予全面的担保。因此，希望通过 ILW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对全世界国际标准绿色技术的这些这个知识产权啊进行一个保护，在各领域啊进行管理和运营。我们在这里面。把咱们现有的一些这个知识产权呢，在国际上进行登陆以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它啊！包括咱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世界知识产权，咱们个人去申请的时候比较困难。那么我们国际组织啊，代替您把您的知识产权给你注册到世界知识产权的话，在全世界国家都进行可以通用的。然后成立咱们 ILWTCA 的目的啊，目的是什么呢？根据气候环境宪法，发掘全球，在这看一下啊，发掘就是让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全球有很多的绿色技术、绿色商品啊、绿色服务、绿色企业等，我们要发现它，并通过国际标准绿色的验证认证系统啊，就是我们这个国际组织验证认证的这个方法。都已经在世界知识产权局，这个已经怎么样，就是进行登记了。所以在座的各位呢，应该了解，我们国际组织认可之后，世界上就相当于都是认可的。然后把这些认证的，验证认证之后的，这些这个技术商品、服务、企业呢，再经过分类代码，编除的所有的任何一个项目，都世界成立一个全世界唯一像身份一样的代码。啊，给你编制以后呢，向全世界进行传播，为咱们的产业呢产权做全面的保障，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从而呢使咱们这个气候环境问题饱受痛苦的这个地球宇宙当中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啊能够得到保留啊，得到保存啊都可以，就是为了保护啊原来我们这个没有被这个污染之前没有被。这个受到气候环境破坏之前的那个状态啊，ILWTCA 是通过各大洲啊和包括国家地区依托 ILWGTCA 气候环境宪法而注册的，它是一个独立法律自治权的国际组织啊，这个不归属任何地方来管理，它具有自己这个自治权呐，自己独立的自治权，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就有宪法嘛。啊，根据这个实践当事国的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我们在到任何一个国家另行公务的时候，一定要符合他们那个当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啊。在这个前提下啊，将国际协议或我们 ILWGCA 公共机关及公益企业等，把它登记为我们机构的法人。啊，咱们这个法人是世界不是通用的嘛？你是成为法人的话，是世界法人，不是某个地域的啊。在 WTO 的这个法律范围内，为相关国家政府、企业、国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来执行公务。我们 ILWGCA 气候环境宪法的这个国际机构，我们在座的各位呢，以后再去做实现。国际公务的时候，都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国际机构，并且代表着 ILW 这些气候环境宪法来进行去执行公务的啊。所以，
也今后做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啊，很大的优势。IOWTCA 气候环境宪法，它是根据什么呢？国际标准绿色分类代码呀、啊，把它分成大分类、中分类、小分类、细分类，包括细小分类啊，大概一共是分成165万个类，所以包含地球上所有的项目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任它只要是出现在咱们地球上，咱们都可以进行这个操作的啊，这里面包括技术啊、商品、企业，对吧？包括认证。对服务的这个合同确认啊，包括我们的通关业务，包括我们的资产评估啊，还有我们的国际金融，包括 IOWGC 气候环境期货啊交易所啊，这个期货交易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在咱们印象当中，期货交易所都是有条件的大企业啊，中型企业好像都进不去。大型企业你得够那个条件才可以进行期货的交易，但是咱们这个国际机构设立的这个气候环境交易所啊，是大企业、中企业、这个小企业、微小企业，包括个人都可以进行期货交易的一个平台，这个跟我们传统的期货交易完全不同啊，这个设立的运营的方法也是由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一个专利啊，在世界上没有人这么操作的啊，咱们已经都这个由我们的总议长啊李宇春先生呢都已经这个研发出来系统啊，全部都完成了，只要是在这个项目一来网上一对接就可以操作啊，这个是非常先进的，都是由这个自动系统来进行结算啊，这是在我们往常当中啊是没有的啊，在平常我们见到的期货交易所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这个全领域范围内所有 IOWGC、IGC， 也就是说认证过的所有产品的系统呢，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期货交易所的平台进行交易，邀请在国际公约范围内，在全球教育机构进行合作。我们这个项目不是有很多嘛，对吧？很多的得有人去管理，管理的话，我们就会跟全球教育机构合作啊，进行。对这单方面的什么呀？这个发掘人才培训和这个资格培训的工作，那么我们有最高的这个教育机构来对各种公务员来进行相对应的这种教育，我们会实时的在这个无论是线上线下来进行培训的啊。还有就是我们根据 IOWGCA 宪法 ，IOWGCA 涵盖与气候环境有关的啊国际公约，就是咱们说维也纳公约的条约法，对气候环境和人类不良影响的地球和宇宙当中的有机体、无机体，也就是说对什么地球上所有的物质，只要对人体这个主要对这个气候环境和人体都有人类健康啊都有。这个有损坏的这些项目，包括产品呢，有什么呀？监察、监视、这个指导、教育、接受各国司法的这种这个协助啊，配合各国的这个司法部门的协助，来疫情来共同了进行调查，并且呢，开发全球绿色技术产品、企业等。那么 IOWGCA 啊，国际标准的这个绿色验证认证系统和国际绿色这个技术，包括产品的实践啊，来支援我们 IOWGCA 宪法去实践我们国际组织的这个一个组织啊，实现我们 IOWGCA 宪法的一个国际组织。好，咱们看一下这个 IOWGCA 的简介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啊，是由最高理事会，刚才我们谈到对吧？就是三位，最高理事会和
12个代表处、14个总部、72个类的对吧？资源机构，包括我们的研究院啊，包括我们全球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在内的，到目前为止有100多位呢这公益法人接受我们国际组织的宪法的委托，正在这个全世界进行这执行咱们的国际公务。IOWGCA 的宪法，这个涵盖知识产权方面所有的这个国际法，包括呢150项海洋法、2000多项气候环境法令，与贸易有关的所有的法律，FTA 也就是说这个贸易协定，对吧？包括所有与全球气候环境和我们绿色政策有关的国际法。那么我们在这些部门。和我们设定法这个宪法的标准呢，是跟我们世界各种的法律这个法规都是相通的啊，相通。在这里呢，这上面有一个这个网址，就是 io-wgca.org，这个是我们的官网。这个官网呢，上面它会有英文，还有中文，这中文就是 Chinese，叫中文的那个标识。你把点成中文以后，我们把会把所有的会把所有的内容在这个网站上都能看得到，详尽的啊。我现在今天讲的内容都是把重要的部分提炼出来以后，交给大家。大家有详细要了解的，就要记住这个网址就可以了，io 杠。WGCA.org 就可以了。这个网站上有想您知道的所有全世界关于我们这个国际组织的内容啊，包括宪法在内，包括各个地区的活动啊，有什么样活动都会在实时的会公布在这个网站上。所以我在这里呢，把这个网页单独拿出来给大家呢记好，平常呢上这里去搜查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设立 IOWGCA 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咱们刚才也都说了，这个总议长呢是经过20多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所有的手续，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注册登记全部完成。在这里面呢，我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IOWGCA 会议记录刚才说的7号和包括12号。就是如何规范咱们去实施公务的时候的那个规则，保存并接受载于会议记录7号的国际机构宪法存于这个咱们机构宪法之内的，并根据会议记录第12号加固补编的方法，于2013年6月18日根据国际公益信托法 IOWGCA 宪法呢得到这个保存和批准。国际机构 WGCA 正式开始登记的，这个时间是2013年6月18号。然后通过电子通讯社，它这个电子通讯社是世界上都可以搜得到的，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信息。为了执行国际性公务，将其咱们这个 WGCA 正式执行国际绿色任务，这个是向全世界已经公开了，这个时间是2013年下面这个标，下面这个是当时在申请这个在各世界各国进行公务的时候，由各个部门呢来进行签字的一个文件，最初的那个文件会议记录这个第7号与我们 IOWGCA 宪法特别条款。是我们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和行政这个气候机构的结构和行政程序的基础重要的一个标准。七号文件呢，详细的我们在网站上都可以查到，在我们这个官方网站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的所有工作均由创始人最高理事会得到半数以上成员赞同的时候才能够进行。其召集理事会的权利属于知识产权人，他们将这个拥有版权、商标权的专利发明者，也就是我们气候环境
宪法执行总议长啊，他这个是不可撤销的这一个方面啊，不可撤销。刚才我也提到了，是永久不能撤销的。这些标准基于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所有领域的内部规定啊，是理解为我们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的国际组织的首要概念啊，和咱们这个运营的这个哲学。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并不是个人的啊，是公共为了公共利益，属于我们这个国际组织范围内的。这是我们在这个 ILWG 宪法进行这个受托给这个国际向国际组织进行申请的时候做一次工作的一些照片啊，这里看到了，这时候咱们总议长呢应该20多年前还很年轻了啊，这个是我们。法人可以这个 ILWG 法人设立的许可证，我们机构进行审批法人的这个权利啊，这是有一个得有一个许可证才能够完成的啊。这个当时都是在韩国来进行申请登记的，这是商标，这得看一下。这个最左边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国际机构的 logo 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金融系统的，包括我们最右边这个是对产品绿色产品的验证认证的系统的，这些 logo 啊都是我们在国际上进行了商标注册以后的。这里谈到一个什么呢？IOWGCA 的国际绿色基金啊，在未发行参与啊世界360个国家。刚才我提到了为什么是360个啊？这个给他解释过了。这个360个国家国土开发的国际绿色基金进行公证啊，然后和咱们这个叫海牙认证，也就是说Apostille 对吧？这个呢必须经过它的审核以后才可以运营。IOWGCA 完成对全球国际绿色实践、国际绿色基金银行发行的各个国家领事馆。啊，以及外交部、司法部，包括这个海牙公证啊，都必须通过以后才能够真正执行。在这里面呢，国际绿色基金的金额啊，从每个国家的啊，这 US 是这个美元的意思嘛，十后面这个单词啊，是十后面的单词是10亿的意思。那么这个10个那个单位呢，就是意味着100亿。也就是说，我们国际绿色基金。这个金额从每个国家是100亿美元啊起步的，规模开始，第一次呢，它可以使用10年，第二次使用40年，第三次使用50年啊，合计呢一共可以使用这个100年的。在这个文件当中啊，这是我们经过到这个各个国家进行审批，包括我们允许发行，刚才说主权探币的那个方式啊，在这里面文件都是经过。国际绿色这个基金能够运营的一个这个方面，能够运营的一个许可啊，都已经申请过的。IOWG 各国家的这个活动啊，在这里面我就这个简单的去讲一下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欧盟奥地利这个设定的我们现在的总部，我们。准备在今年吧，把总部世界总部要挪到咱们中国嘛，中国的北京，所以在这是最早的时候，在奥地利啊注册为咱们的国际组织，总部也设在那里。然后在这个所有证件，这个我们经过认证以后的这些文件啊，在各领域都可以进行工作啊，比如说在欧洲的44个国家啊都可以，地区包括 WTO 所有成员国。中啊都可以进行我们这个气候环境宪法的公务执行。此外呢，通过巴黎公约，欧洲已成为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啊，在全球国家也都能够一揽子都进行担保，进行这个进行集约。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球啊各个国家都可以进行活动的意思。这个呢是我们欧洲联盟事务局。这个注册我们这个国际机构的一个证明啊，还有第二个就是 IOWG 非洲啊，这个非盟的这个马里，
非洲总部设在马里呢，是因为非洲总部马里它是这个非盟的总部，非洲联盟的总部也在马里，所以我们呢如果跟马里政府这样签约的话，对于整个非洲的这些55个国家都可以进行什么呢？他们旅行就欧盟就非盟同意了，他们相。这个下设的55个国家都可以进行这个通过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进行了这个登记，并且在这个2年后啊，经过我们这个所谓的叫马里总统，包括马里政府啊批准啊，可以正式执行这个公务了。马里政府完成了全国国土开发的国际公约啊，外交部以及17个部门呢。正积极的履行这个我们签约的内容。到目前为止，适用于非洲联盟合法的有55个国家已经通过 FTA 达成一致，并得到批准。啊，也就是说，非洲55个国家内啊，我们国际机构都可以进行公务的。这个是由马里总统亲自批的我们许可证啊，允许公务的许可证。第三呢是。大洋洲总部啊，我们设定在这个斐济。斐济这个所在的斐济共和国啊，是我们大洋洲的一部分，由这个美拉尼西亚啊岛国组成的一个联邦政府啊，他们也是对于我们国际组织在他那里进行，大家看一下，教育、金融、开发建设和绿色项目合作都进行了同意许可啊，这是颁发的许可证。包括在咱们这个IOWGCA 宪法的这个宪法，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公证处啊，大家都知道公证处呢是司法机关所属管理的，所以我们在国内呢也进行了公证，包括咱们在广西的10个东盟国，中国的这个金砖国啊，还有我们的协约国，包括 G20、G7、G77。常任理事国的咱们中国嘛，对吧？进行对于我们这个文件，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公证书啊，包括最右侧下边呢是我们中国的大使馆来对于我们这个宪法的认可证明啊，也就是说公证啊，都已经在这里面盖章签发了啊，盖章签发了。这个是我们在各个国家做活动的这些证明啊。在这20年间呢，咱们这个总议长到这个各个国家都进行了这个工作呀，你看用的时间很长。那么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企业、产品、技术或者是这个项目啊，要推广到每一个国家的话，手续非常的复杂，你得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跑，也就是说你把全世界跑完也得用20-30年。我们现在国际机构已经办完了这个事情。只要是把我们的产品经过我们的国际机构认证验证之后，这些国家它会一致同意通过的，你不用一起跑，它会同时在这些国家进行这个业务的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很难得，别人做不到的，别的机构去做也得是，对吧？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把全世界拿下，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 IOWGCA 从开始的一个过程，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因为这车件都有啊。咱们2000年3月，这个3月份呢，开始为气候变化实践国际法和国际条约法设计了气候环境宪法啊，在这里边呢，包括这里面是宇宙改革、法人注册啊、审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倡议。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 G77 啊，现在 G77 这个组织啊，有130多个国家啊。这个主席国当时在斐济开的这个共议信托法，通过这种方式呢，接受了我们的宪法。在2013年的时候，国际上都认可我们这个 IOWGCA 宪法的意思。2013年6月份，对吧？向全世界公布，并且真正当时改名为什么呢？IN。GOWGCA，并且履行国际公务，这些里面呢，在这个申请注册的时候，包括 G20、G77 最不发达国家，包括岛国啊在内的，
这些地方呢，都进行了我们的宪法登记啊。2013年的12月份啊，在这个庆北大，在韩国的庆北大邱进行 IOWGCA 的这个注册，并且呢，把我们执行的所有的事业项目啊担保都在完成了。2014年的时候，在全南光州啊进行了注册登记。2015年的时候，在中国司法公证处啊，这个公证了我们 IOWGCA 宪法。2015年的5月份，与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和经济研究所签订了国际协议。2015年的8月份，与中国33个省级行政区支援主席团呢，签订了我们的国际协议。2015年的12月份，与山东省石岐县人民政府啊签订了国际协议。2016年的5月份，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啊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然后16年的6月份，与中国低碳产业投资中心签订了咱们国际协议。2016年的9月份，在这个第六届世界华人经济论坛当中，这个当时有200个国家参加啊，也参与这个签订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国际协议，并且呢，第六次工业革命宣言啊，也在那个时候公布的。2016年的9月份，与中国保健协会啊，这个应邀啊，来参与咱们论坛，在中国青岛市啊，也参与过这样的大型会议啊。2016年的9月份，与中国人民政府协助，由中国人民政府协助，与山东省日照市啊乌伦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啊。这个合作协议。那么2016年10月份的时候，与重庆企业家协会，包括四川省武侠青城武术研究会啊，上海地中海这个科学院，还有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还有一带一路啊，这个丝绸之路嘛，对吧，业务这个会议上啊，也都签订了我们的国际协议。包括菲律宾的这个玛利亚贝尔杜尔特和这个绿色实践公约也在2016年来进行签约的。在2016年10月份的时候，与中国国务院农协这个金融委员会来进行过合作。2017年的5月份，由中国低碳投资中心和中国这个律师事务所啊签订了我们的这个协议。这些是我们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进行。这个签约的一个这个叫过程啊。2017年的7月份在非洲马里，2018年的2月份呢在奥地利啊成立了这个咱们这当时的叫总部啊。然后2018年的5月份的非洲55个联合这个55个这个他们非洲的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地区啊，也是对43个项目进行绿色实践和全球绿色项目的合作协议，也是在这个时候做的。2018年与这个2018年的5月份，根据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啊，与我们 IOWGCA 宪法作为目的项目啊，这个全球绿色增长，包括全领域和全面担保的国际公约和世界宣言，也在2018年完成的。啊，2018年的7月份与中国这个西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甘肃省兰开市也签订了我们的合作协议，包括2018年在兰西市，还有非洲的49个国家啊，通过我们贸易协定啊，一致都通过我们的国际组织进行合作。2018年的11月份，中国智德总会和150个国家的中国。经贸经济贸易这个协会啊，都跟我们进行了对绿色产品验证认证啊这些项目的合作协议。2018年在尼泊尔这些这个尼泊尔政府国际全球绿色增长和通过国际绿色技术产品这些验证认证的所有的工作呢，也与我们进行。这个叫这个合作的。2020年与非洲联盟成员马里政府共和国批准，包括总统批准呢，
可以正式参与我们这个叫建设这个马里绿色国家的一个项目。往后啊，在咱们国内有很多的这个协议啊，这签了不止这个100家啊。这方面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后面也没有给它加上。在我们那个网站上可以全部看到我们跟哪些项目、哪些公司、哪些这个政府签订合约的这个内容。啊，这是我们关于这个国际组织啊，它的一个宗旨、目的，包括我们运营的这个哪些业务啊，做了一下说明。到下午的时候呢，我会详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验证认证时都需要哪些工作，包括如果申请国际公务员应该怎么做，申请国际绿色产品企业这个会怎么做，包括我们国际公务员的任务是什么啊，这个呢下午会详尽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上午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我这里讲完了。啊，知道。嗯。抖音把屏幕。好，各位议长，今天上午的课程到此结束，下午2点准时开课，谢谢大家。哦吼，多谢西藏大米的，哦吼，多谢。韩国西干谢谢，韩国西干谢谢。韩国是3点，差1个小时。好了，谢谢诸位议长，下午见。老师，你把那个放下，把你们先坐一下，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因为谈到了期货交易所。这个是在去年，在2021年，我们成功的在新加坡成立了三个交易所，一个是 LWTC 国际碳排放碳汇联合交易所，这是我们国际机构的。第二个，LWTC 知识产权交易所。第三个，这个是含金量最高的 LWTC 数字货币交易所，成立了这三个交易所，手续已经办完了。这三个交易所最后这一个交易所的含金量是最高。我们的股东，新加坡政府，今天在这个会议上你们听到了这个货币基金组织。由货币基金组织给我们国际机构做担保，全面的担保，包括我们的银根资金，全由这个货币基金组织来，它是我们的大股东，鼓掌。所有的认证验证的产品，将来也全部进入到这个交易所。那虽然是在新加坡啊，它的结算方式永远是人民币结算。你先用人民币结算了，再可以在这里交易，这就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我们国际机构做这个贡献。下午2点钟，真正的什么叫认证验证，怎么进入，大家就能知道了。我们今天呢，本来这个课程啊需要7天，我压缩了1天，压缩了，因为在疫情期间呢，不想耽误大家一些时间。因为这个一旦要发生点疫情的话，不能太好。所以呢，今天的学习到下午结束之后，会发给大家考题的，总共是50道题，开卷考试。这次是开卷考试，下次是闭卷考试。好，谢谢大家。听话。